这是网吧刚换下来的主板，大概有30个吧，以前老型号，都是 B85 的主板，3代内存啊，也是 i5 的 CPU。然后呢，这是过来收这个二手的，收旧件的过来上门来网吧这儿来回收这些旧件来了。现在正在这个拆封上看里边的 CPU， 对这个 CPU 型号。网吧下午这会儿的生意还不赖，几乎没有空位，都是不能说爆满吧，反正几乎没有空位，可能看着基本上都占满了。